谢谢，好久不见，大家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所有的到场的，来自台湾各地，所有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，所有的兄弟姐妹，在这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。哇，谢谢，将近两年的时间没有在这么大型的场合跟大家面对面，谢谢。我们先唱一首歌好不好？哦，这首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唱，就是我们当好朋友见面带来无限的欢乐。我先来发一个音，好，让我们把快乐、良善、阳光的正能量借着这个歌声，好朋友相聚一堂的欢乐，会荡在大安森林公园的高空，好不好？好，预备，唱。月色茫茫，星月无光，只有稻香四野回荡，只有火花到处飞扬，枪剑壮丽，手握刀枪。西北的原野上，我们也快思念我们耳听八方，无声无息，无声无息，钻向敌人的心脏，钻向敌人的心脏，只等那信号一亮，只等那信号一响，我们就展开闪电攻击，打一个的朋友，我相信韩先生的内心一定也非常激动，非常感动，感谢大家今天的一路相挺。谢谢，加油，继续加油，台湾加油。